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我真的以为我是主角，所以我都会想要哭这样。那接下来呢？我再唱一首台湾族的古调，可以吗？还有一首歌我很喜欢很喜欢的，就是台湾族的选择哈，就是精挑细选。这首歌在早期的时候呢，这首歌在早期的时候，是因为有一个老人家，部落的耆老，他生了很多的女儿，然后他就很喜欢在傍晚的时候，坐在石板屋上面，对着刚刚从山上回来的年轻人唱这首歌，因为他在挑女婿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并没有选择他的女儿哈，所以他就很伤心，很伤心这样。Oh.
在台上吐石榴呢，真的应该要随身携带那个粉饼才对，我先补一下，这样一亩田是吗？好，带来这首歌呢，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叫做《依然爱你》。笑容，想你，点你，我爱你。
是一个来自山林的小孩，带着老鹰的羽毛在山中徘徊。我是一个来自山林的小孩，色彩。我是一个来自山里的小孩，哭泣的大地让我走出了山脉，受伤的山脉让我不得不离开。只有窗外的月，我想家的无奈，想家的无奈。出门在外的山里小孩，别忘了回来，属于我们的路开。我要结束了吗？怎么这么想结束的歌手呢？好的，谢谢老板。